double kill。这里有红 buff， 哎，可以，交给我了。Rampage。怎么讲？吸一口，横劈，一， Godlike、惩戒，小拉走位，一跳，再吸，惩戒，劈，真伤，再横劈，吸一口，吃口药，晕住，给了一套吗？我吸一口，横向劈，我就叠他是吧？叠一下，叠两下，是不是？我就叠是吧？然后叠，一技能 A 叠他叠，是不是？叠出来了嘛？他不知道，他以为自己还没有死，其实他已经是个尸体，懂我意思吧？二技能，一技能，他一拍，哎，我一解控，我叠两层，我再叠，开了个大叠，这已经叠了三层的人，是不是？叠了三层人，直接他脸上，我再叠，哎，叠一层两层 ，A 一下，再叠第三层，拉走位，转一技能，哎，我再叠，又叠死一个，是不是？打起来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好吧？好，这边大招一劈，这个人倒了，这边在风筝，看我们的后羿疯狂风筝，我给他一个技能，给他一个大招，把他解控，一手二技能贴他脸上，是吧？震死了，买了个装备，一二技能又震死了。哦吼！差点以为我要五杀，我也觉得我那里要赚出个五杀了。有时候防守也是一种进攻啊！好像我直接被无视了，朋友们。那这个主宰不就没了？哟，主宰把我控，我一手眩晕 ，A 一下拍他，漂亮！这个主宰会玩。打他眩晕 A 反手大招晕三个，我赶紧跑！哎呀，我真的是动不了。哎，我是人呢！救人！救！拉 A 二技能，大招拉 A 小走位有没有？二技能！哎，我的天，这么多伤害！好，再买魔抗鞋。哎，我怎么不停的？我跟这个墙壁都融合在一起了，哥。啊，人太多了，我的天，转不动了呀。哎，我别打我，我来找你了。别，哦，追他，走位，别急，哎，给了我个炸弹，拉一下，二三技能给一套，开了招，这四件。我四件，哎呀，全部空了，吃烤鸭，没事儿。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